addicted.把四个薯条烤烫，加点油。就这样烤，这个石头已经很烫了。加点这个我们自己秘制的姜。浓浓油，加点这个油，现在这个肉烤好了，看到我的流口水了，我先尝一下啊，好烫，好烫，焦焦的，很好吃，那么大块肉，烤的就剩下那么一点点了，但是烤大块的不够吃啊。Well.